盛世需要美人点缀，乱世需要美人受罪。在权力更迭的过程中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大多都是女性。在胜利者的眼中，她们就是随意摆弄的物品，毫无人权可言。一千一百二十七年，北宋覆灭，金人俘虏了北宋三千名后宫女子，将她们全部送到了金国。庆阳礼后，金太宗对跪在地上的宋钦宗说道：“今日天寒地冻，恩准朱皇后进宫沐浴。”宋钦宗谄媚一笑，说道。 请陛下放心，朱皇后一定会来的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年仅二十六岁的朱皇后会因为不堪忍受金国的赐金玉，而选择投湖自尽，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。贵为北宋皇后的她，又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？揭开历史的阴影，这里是《胜历史》，欢迎订阅观看。朱皇后本名朱脸，出身于河南的一个名门望族，她的父亲手握兵权，是朝中的节度使，家境十分优渥。 朱皇后自幼便接受到了很好的教育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无不精通，活脱脱就是一个白富美。等朱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朱家更是门庭若市，前来求亲之人络绎不绝。很快，朱琏的美名就传到了宋徽宗的耳中。宋徽宗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诗画，基于这一点。 他十分欣赏朱琏，打定了主意要让朱琏做他的儿媳。朱琏十四岁这年，宋徽宗亲自为太子赵恒和朱琏主婚，并正式册封朱琏为北宋的太子妃。九年之后，宋徽宗决定寄情山水，潜心钻研他的诗画，便将皇位禅让给了赵恒。赵恒登基为帝，史称宋钦宗，而朱琏也名正言顺的成为了北宋的皇后。可这时候，风光无限的朱琏。 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从这里开始，她的悲惨命运就埋下了伏笔。作为北宋皇后，朱琏恪尽职守，将后宫打理的井井有条，还为宋徽宗生下了嫡长子赵慎和柔家公主。前路本是一片光明，可这一切却在一千一百二十七年戛然而止。一千一百二十七年。 金人踏破了北宋的国门，肆意虐杀北宋的平民百姓，还掳走了徽钦二帝及其后宫所有的妃嫔地基，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靖康之难。到了金国的都城之后，金太宗为了羞辱北宋皇室，让徽钦二帝和后妃们穿上金国的服装，到祖先的陵墓前去行牵羊礼。所谓的牵羊礼，就是让这些被俘虏的北宋人。 跪在地上，脱掉外衣，穿上新剥下来的羊皮，用绳索系在脖子上，由士兵们牵着，以示会像羊一样臣服于金国。这样的羞辱让出身高贵的朱皇后不能忍受，她含泪的向丈夫祈求不要同意。可宋钦宗为了保全性命，并没有理会朱皇后。等牵羊礼过后，金太宗却注意到了国色天香的朱皇后，于是就有了开头他与宋钦宗的对话。 他要赐朱皇后金玉，谁都明白金太宗这番话的意思。可宋钦宗非但不觉得屈辱，甚至还自告奋勇，向金太宗表示自己会好好劝劝朱皇后的。朱皇后看着毫无作为的丈夫，顿时心如死灰，转身走进屋中，准备悬梁自尽。宋钦宗连忙阻止朱皇后的行为，说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金国的皇帝不过是让你进宫沐浴，只要你乖乖照做，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。”朱皇后惨然一笑。 哭道：“如今国破家亡，你我还有何脸面苟活于世上？今日你竟然要我主动献身于贼人，倒不如直接杀了我。我若受辱，那就是整个北宋受辱。”宋钦宗连连陪笑道：“你若是能哄得金太宗高兴，日后一定能够享受荣华富贵，不再过这种屈辱的日子。”看着如此贪生怕死的丈夫，朱皇后彻底绝望了。 为了不再出任何意外，宋钦宗还派遣了几个宫女看守住朱皇后，他还指望着朱皇后能够获得金太宗的喜爱，让自己的生活好过一点。可没过一会，就传来了朱皇后投湖自尽的消息。两人结为夫妻整整十二年，宋钦宗的第一反应却是担心金太宗降罪于他。不过，让众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金太宗非但没有生气，还对朱皇后忠贞不屈的行为大为赞赏，下令追封朱皇后为靖康郡贞洁夫人。 而宋钦宗看见金太宗如此举动，悬在心中的石头才终于落了地，暗自庆幸朱皇后没有连累到他的身上。都说红颜薄命，可真正让这些女子受苦受难的，还是这些自以为是的男子。身为一国之君，却想着出卖妻子，换得一时安稳。北宋的覆灭也是必然的结果。显得七年，陈桥一兵便赵匡胤黄袍加身，建立北宋，不为各方势力割据，试图逐一灭之。 让大宋势力遍布全国，可在赵匡胤之后，宋朝皇室对于打仗好似没什么天赋，也没什么野心。从宋朝皇室对待燕云十六州的态度便可以看出一二。最终打不打得过，先放着不谈，就看征战多年，好不容易取胜一次，却在这次的胜利之后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，用金钱换取辽宋边境太平。还不单单是和辽国签订和盟，庆历四年，宋国还和夏国签订了合约。 毕竟夏国一次次的来犯，不善打仗的北宋怎能吃得消？正当北宋这边和辽议和，那边向下讨好的时候，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已在慢慢崛起。一个新起的国家，野心自然无需多言。就像当年的北宋，不也是这样？但是现在的北宋看金国，可从未考虑过他们的野心，甚至还想着和金国签合约，换取太平。就算金国灭了辽国，北宋都没有任何危机感。 可金国原本的目标除了辽国便是北宋。金国灭辽虽是耗费了巨大精力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想给自己多久的喘息时间。仅仅不过两年后，便出兵北宋。北宋许久未有战争，虽说军队还在，但哪有一丝应有的凛然士气？就连原本应高高在上、唯我独尊的皇帝，也早已没有了这份胆量。宋徽宗见金国南下侵宋，试图用老办法以金钱安抚之。 可金国为的可不是钱，是北宋本身。金兵来势汹汹，宋朝将领接连败退，降的降，逃的逃。金兵顺利抵达开封，绑了人质，用以威胁皇室，割地换人。靖康元年，在位的宋钦宗也是个软弱的，面对强势的金国，只有低头的份。 可金国当真是没把他放在眼里，眼瞅着开封已是囊中之物，直接便狮子大开口索要的金钱，就算北宋国库充盈之时也拿不出来，更何况现在呢？拿不出钱怎么办？女人来抵呀！这用来抵现的女子可不是一般人，以皇家官妓、宫女，甚至地基、妃嫔都在其中。这些当然都是宋钦宗同意的。身为皇帝卖女人求安稳，这算是千百年来大事上独一份了。 可真正的太平从来都是势均力敌的鼎立之态。北宋与金明显是金国在上，宋在下，而且差距颇大。想要拿捏宋，金国还不是手到擒来。 前脚刚得到这数千曾经地位尊贵的女人，后脚就追上了宋钦宗还有宋徽宗，直接将这两位皇帝绑了，如同罪人奴隶一般。皇帝身边的一众皇亲，更是被金人好好折辱了一番。曾经地位不可一世的众人，都成为了金人手下的玩物。落在金人手里的人数有十余万，全是皇室中人。这对于北宋皇朝，无疑是奇耻大辱。 可偏偏金国势力此时的宋朝望尘莫及，宋徽宗与宋钦宗都知道已经无法扭转乾坤，便只能认了命。其余成了俘虏的人，哪怕活着，也是终日里饱受折磨。虽说两位皇帝都被金人掳了去，北宋皇室人丁凋零，但并未绝户。 比如曾经被掳但侥幸活着回来的康王赵构，便还好好的活着。作为宋徽宗之子，在宋徽宗被金人掳走之后，赵构便成了当下最合适上位的人，顺势继位，成了宋高宗。从赵构开始的王朝，便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南宋。赵构虽说称不上是个明君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失德甚多，就连乾隆都说他用人不察。可是也是他扛起了岌岌可危的宋朝，有他在，南宋有了一个好的开端。 不再像曾经那般一味低头忍让。虽说王朝重新站了起来，但是曾经的耻辱，谁又能这么快的忘记？赵构没忘，但是他知道此时并不是报复金国的好时机，于是便选择先专心致力于国家内部的事务。都知道弱国无外交，但是哪有独自强大的国家呢？南宋对于外交当然也相当重视，毕竟多个朋友多个帮手。要是想对付金国，自然帮手越多越好。 在南宋建国初时，便看上了蒙古。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，应该说的就是南宋和蒙古的关系吧。此时的蒙古并没有达成统一，内部矛盾还很严重。虽说对于金国算是同仇敌忾，但是也只能算是未来的盟友。在蒙古研究内部如何统一的时候，南宋也没闲着。与金国有深仇大恨不假，但战争如果能避免，谁又愿意干这种劳民伤财的事呢？绍兴年间，南宋便与金国签订了合约。 南宋不去争抢被金国抢走的地盘，金国也短暂的不再威胁南宋边境安全。可就像南宋心中一直不忘收复失地、报仇雪恨，金国也一直不甘心看着昔日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宋人，如今和他们平起平坐。这样的心结不除，这份议和的约定又怎能长久？签订才没多久，两方就打破约定，又一次针锋相对了。在南宋与金又一次针锋相对的时候，蒙古已经完成统一，占据北方。 一家独大。作为世代游牧的民族，蒙古自有其生活状态。可金国对其却相当看不惯，仗着自己强盛，没少对蒙古施压。最过分的是，金国对蒙古相当大的残忍，比当年对北宋皇室所做的事有过之无不及。残忍到为了让蒙古不能成事，直接杀害蒙古人，以至于蒙古对金国仇怨颇深。 待一统漠北之后，成吉思汗便想要向中原进发，金便是他们第一个目标。可金国独大多年，岂是蒙古想动便能动得了的？正在蒙古在酝酿抗金的时候，南宋注意到了他们的想法。只不过，对于统一了的蒙古，南宋朝廷有了两种声音：有人说，蒙古成长的飞快，眼看着势力已经足以与金国抗衡，现在无需南宋再给予助力。若金国当真在南宋与蒙古的夹击之下灭了国， 南宋难免有唇亡齿寒之感，另一方面则有人说，此时与蒙古结盟便是最好的时机，借助蒙古的战力，给蒙古攻打金国的信心，让金国没落也好，消失也罢。 以报当年的仇，这样的争论在南宋朝廷中一直没有达成一个共识，倒是对待蒙古应该谨慎再谨慎，成了南宋此时唯一的想法。真正推动南宋打定主意站在蒙古一边的功劳，最终还得算在金国的头上。南宋看出，只一个蒙古已经让金国头痛不已了，认为此时金国应该不会有意与南宋为敌，甚至大概会拉拢自己。于是趁机提出要断了年年给金国缴纳的巨额钱款。金国一听。 这哪行？对此坚决反对。就因为南宋不交碎币一事，直接就向南宋发起了攻击。南宋反应极快，立刻就向蒙古派去了使臣，想要与蒙古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。说白了，就是想在此时与蒙古站在同一战线上，共同对抗金国。蒙古当然乐见其成，在打击金国这件事上。 他们一直在做，且颇有成效。眼见金国竟然没把自己带来的威胁放在眼里，反而去对付南宋，蒙古甚是不屑。对于与南宋联手，很是积极主动。别看金国还有能力出兵攻打南宋，但是其实金国自身已经分身乏术了。先不提蒙古对他的打击，就是西夏在一旁也是虎视眈眈，记恨已久。可是对于南宋，金国是最不甘心的。于是南宋一有野心，金国最不能忍。 其实他们出兵南宋并不明智，甚至有些糊涂。可金国还是这么做了，是他们过于自大了。再看蒙古攻打金国的势头相当迅猛，就算遇到阻碍，也丝毫不影响进攻。强攻就是蒙古人主打的招数，就连金国一直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，也让蒙古军挫败到士气全无。南宋便是在此时出手，就算知道如果金国被蒙古灭了，那么蒙古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了。 但他们也没有丝毫犹豫，南宋在金国背后狠狠捅上一刀，让曾经打算在此时联合南宋共同抵抗蒙古的金哀宗彻底死了心。知晓金国大势已去，再不跑可能就小命不保的金哀宗，舍弃了南京城，迁都归德府，后又出逃蔡州。这一举动真是像极了当年的宋徽宗，好像每一个王朝末代的皇帝们是一个品行，在位时只知道享乐，一旦皇位危矣。 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传位，然后跑路。金哀宗便是这样的，他先是跑路了，但是敌人怎么会放过他？皇帝在哪？那便是敌军最重视的地方。蔡州转瞬便被蒙宋两国合围，这一围就是五个月。蔡州内粮草全无，饿殍遍野，犹如人间地狱。但蒙宋两军却丝毫没有半分不忍。最后在蒙古军攻入城中的时候。 金哀宗直接放弃抵抗，将皇位传给了统帅完颜成林，自尽了事。但是守城的禁军倒是好样的，虽说皇帝无能，但是他们还是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直至身死都不愧于自己的国家。刚刚上位的完颜成林明明知道自己对于拯救金国毫无作用，依旧投身军中与敌军征战，最终战死乱军之中。至此，金国算是走到了尽头了。那些有点志气的，上至宰相，下至兵士。 不愿做蒙古与南宋的俘虏，直接自行了结了自己，殉了国。金国的这些主心骨都没了，余下的那些人能顶什么用？还不就是任蒙古和南宋拿捏？